六七八二二三四，就是二的时候要二三四五六七，大嘎，对，二三四五六七，迈出脚的同时要双手要放在这儿，二三四五六七，大嘎三二三四，没错，这里呢就涉及到了一个 rolling 的动作，这时候你的胸部就要尽情的，就是转，就画一个圈，它是有一个 point 在这里，所以你不要吝啬你的动作，让心跳给我挥啊！这时候我们就要进入到了主歌部分，主歌的话呢，线条要特别明确，45度，45度。让心跳给我回应，给我回应的时候，可以脸微微的这样看一点，有点感觉，对，帅气的。回应，对，每个点都要清晰。让心跳给我回应，交汇的眼神已确定。帮，这里呢，就是要就是那两个钢琴声音叮邦。就是要特别注意一下，就是交汇的眼神已确定，帮他循着光一起踏上青春有你。这里呢就是感觉你穿了一个西装，循着光，就循着光一起踏上青春有你的旅行，这就是很开心的一个旅行嘛。然后就循着光，循着光一起踏上青春有你的旅行，啪啪啪，大家都会了吗？然后呢，能否听见我的声音呼唤你？对，有点高啊。对，这个动作是要就是这样跑出去的同时，然后身体还是要有一点位移，它所以这个动作比较难。大大大大大大，就是这样。大家都学会了吗？那我们跟着音乐走一遍吧。